to live their lives together as husband and wife. 今天是常老师跟刘毅的婚礼。我跟常老师是2001年上初中的时候认识，至今已经有18年的友谊了。然后常老师应该是我此生当中最好的朋友，并且时间最长的朋友。所以能亲眼见证他的婚礼，就是真的是特别开心，挺开心的，能见证常老师，就是走向幸福。常老师说的像嫁给幸福，确实。虽然我和常老师没有认识18年的时间，但也有15年的时间。然后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是前后座，然后又一起从七班转到了3班，所以然后一路见证常老师的一些情感上的旅程，然后就特别开心看到常老师找到自己。在遇见小米奇之前，不想结婚，遇到他的时候，他结婚的时候，一直都留在身边，非常。今天来参加常老师的婚礼，我从地球另一端的美国飞到了巴厘岛，刘毅演的长津津，这是一在悬崖边的婚礼现场，这里是新郎新娘的休息室，主场馆还在装修，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海边的风景，哇 ，amazing！ 我们现在趁婚礼之前，然后去看一下场地。刚刚已经陪新郎新娘化妆了，新郎戴隐形眼镜来着。Hello， 都没有眼睛了。伊莎，是不是伊莎？是。啊，想想是 Lisa 还是伊莎？伊。这是她老公。讲吗？你不打，你是谁啊？你是 Lisa， 我是伊莎的老公。哦，这个很厉害，一般都是那种老婆特别厉害的，然后才会说对，我是伊莎的老公。对对对。Like a sleepy blue ocean, you fill up my senses. Come fill me again.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, like a walk in the rain,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,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. You feel like my senses come feel便被你彬彬有礼、文质兼备的言谈举止深深吸引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你就像一股清流一样涌入我的心间。谢谢你能让我嫁给爱情，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，遇到你之后我也没有想过离开。
hereby pronounce you, Liu Yi and Zhang Jingjing, to be a long life partner. I therefore invite you to celebrate your union with a kiss.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，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物质上要花费很大毅力，然后也是愿意付出这个时间，我觉得愿意有一个时间和这个能把感情就是放在这里面，就特别特别特别感谢大家。然后希望将来就是爱情也要去美国，好好的对待爱情，不要让爱情受伤，咱们都是他坚强的后盾。然后希望张旭儿和杨贵也好好的，继续努力。然后任命期待下一次。祝常老师新婚快乐！是小米奇。唐老师和小米奇，新婚快乐！